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咱们来玩一款发声发光的小汽车玩具。这款同系列的小汽车有蓝、黄两种颜色。它的轮子可以发出五颜六色的光彩，非常漂亮，而且还有美妙的音乐呢。同系列的还有红色一款，需要三节电池。接下来我们打开包装，玩一玩这辆小汽车，它是什么颜色的呢？哇，是黄颜色的小汽车。把它拆出来，哇，这辆小汽车好大哦，车上面有数字56，这是车灯，有三盏车灯。这不是车灯，这是喇叭，有三个喇叭。这里是车灯。这是车尾，还有四个轮子。这里有一个小轮子，可以转动。这个轮子是转圈运动的。这里是开关，先装上电池。三节电池，盖上盖子，开关，一起玩玩这辆小汽车。这辆轮子有五颜六色的灯光，还有汽车鸣笛声，哦，还有好听的音乐。看这里，轮子转动了。这个就是用这里转动的，这四个轮子是固定不动的。放在桌子上跑一跑，哦，它可以自动调头。太好玩了，
要开关。这辆小汽车就只有一种音乐，还有汽车的鸣笛声。它的轮子可以发出五颜六色的灯光，很漂亮。如果晚上拿出去玩的话，一定更加漂亮哦。好了，小朋友，这辆小汽车我们就玩到这儿。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。我们每天有更新，小朋友们，拜拜。